大家好，塔加暖男第一次跟香港以外的华语朋友打招呼，系嗱，如果系香港嘅朋友咧，系可以留意翻我嘅 Facebook 或者 IG 嘅 Facebook 系塔尖暖男啦，anyways 啦，塔尖暖男 OK，咁 IG 咧就系 TM underscore JTM 嘅，系啦，咁呢个channel 咧只系会讲国语或者系英文嘅啫。Hello, OK, s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Thomas，然后我是香港的塔罗斯，还有西洋，占星师。对了，我做这个 business 做了大概两三年吧，然后我的那个星座运势也做了大概两三年，反应不俗，谢谢大家。真的会很准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那个星座运势，对，星座运势，我是我说我常常说过三关，有三个elements 在里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会线塔罗，我就不看任何的那个星象，因为我不想先入为主，所以我就是只是塔罗，就看看啊每一个星座的它的运势会怎么样，然后呢我就看看单期，好像那个七是那个普通话对吧？七就是国语对吧？那我说国语吧，OK。所以就是，那 step two 就是根据当期的那个星象，就是看天上的那些行星，他们是什么位置，然后，我就把塔罗的 result 的那个结果，还有，星象，就是两个相辅相成，就是互相的那个配合。然后，第三关呢，就是有时候如果我，就是，每一期之间，我会，有时候看看每一期之间的那个联系，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了，所以，就真的，我 so far，得到的那个 feedback，那个反应也真的不错。对，但是有一个特别，就是我永远也不会 show 那个，塔罗牌的那个 result 给。大家看，对，因为我不想把那个塔罗就是 reduce 变到好像只是公仔牌那个就是图案卡的那个印象给大家，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就是星座运势啊，或者是什么塔罗师，他们就是常常把那个塔罗牌的那个结果给大家看，然后一些不懂的塔罗的人，但是或者是就是懂一点点的人呢，他们就会见到，哎，这个图像是这个意思，这个图像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就会觉得哦，我已经懂了塔罗牌，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对，当然有时候是因为塔罗它始终它是一个有很丰富图案的那个牌，但是呢，比如说那个宝剑三，就是有一个心在这里边。啊，很漂亮的那个心，然后他插了三把剑，然后背景是在下雨的，那当然是很不开心、很不高兴的一个意象。但是呢，比如说，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有皇后的那个牌，对，三号的那个大牌，还有比如说宝剑皇后，还有那个圣杯的皇后。如果三张牌他们同时也反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原来他的意思是，那个问者，那个 querent，就是来占问塔罗的那个问者，他有可能有糖尿病。对了，那你说为什么我看到那个图案，我可以知道有糖尿病？就是你就是只看图案的话，你不会知道他会有糖尿病。对，所以其实塔罗背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知识，就是有很紧要很紧要，就是很紧要的，就是有占星学 astrology，还有numerology 灵数学，还有那个mythology 就是神话学，就是如果你懂三个的话，你已经会就是你的塔罗已经懂得七七八八的了，八八九九。对，我们广东话我们说七七八八，七七八八，但是国语就是不是广东话的那个，好像是说八八九九，对吧？Anyways，对，所以就是无论如何呢，我就听我香港的那些小粉丝的意见，所以我现在就会开那个这个 YouTube channel，就是讲英语还有讲国语的，就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趋吉避凶。
对啦，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我是会在一个月里面，但是by saying 一个月，就是如果我说一个月，其实我是说就是大概在30天里边吧，我会出两期的星座运势。为什么呢？这个很紧要，很紧要。我们常常遇到的那些星座运势，也是每一个历月，历就是月历的历，就是我们在每一个 calendar month 里边，比如说哦。一月的 January 的 February 的 March 的 April 的，然后我们就会说啊、哦，这个星座它在 January 会怎么样，在 December 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呢，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历法叫就是世界普遍用的那个是叫 Gregorian Calendar。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calendar 是完完全全是 set up by human beings， 就是我们人类创造的。那个，就是 Gregorian 好像应该叫格告历吧。然后是以前的一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宗，就是 Gregory， OK， 是他创立的。OK， 但是呢，我现在要弄这个，不要去发起这个 hashtag， 就是请。叫请尊重星星，我们要尊重天上的那些行星，那些 planets， or you can say 那些 stars， 那些星星。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星星，他们移动，他们就是转来转去，不是根据我们人类 set up 的那个 calendar， 他们不会因为我们人类说，哦，我们现在是the 31st of December。就是跨年呢，那星星就会变得怎么样？不会，他们有自己的 schedule， 他们有自己的那些有自己的那些走动的方法。比如说在占星学里面，一个新的一年其实是白羊座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三月的 ，OK， 三月二十几吧 ，OK， 那这个跟我们人类的历法完全没有关系。当然你会说哦，那个是春分，对，所以其实我们那些星座他们的走动，太阳星座吧，他们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很聪明的那个二十四节气是完全有关系的，对。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啊，你在一月就是 January 的那个运势会怎么样，天上的星星它根本没有跟那个 January 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占星系他会跟你说哦，你在一月 January 的运势会怎么样？因为方便我们去记嘛。但是我不是一个很 lenient 的老师，对，我不会跟把你们当小孩子啊、哦，因为你容易去记，那你去用那个 January 吧。我会用一个就是理论上要正确的办法，就是我会跟初一还有十五，就是新月还有满月的日子，所以在一个大概三十天里面的 period 里边，我大概会出两次，就是每一个新月初一还有每一个满月十五，就是去根据月亮的走动去出这个星座运势。对，那为什么要初一还有十五呢？因为初一New Moon 一个新月，其实它在占星学里面它是跟那个太阳就是新月的吧，他们是合在一起，我们叫 conjunction， OK， 它是说一些有一些新的机会，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它在占星学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那个满月的时候，就是它跟太阳对分，我们就是叫对分opposition， 然后大家就说哦，这个故事好像来到那个高潮，对，那个就是我们大概要见到结局了，对，所以在占星学里面它也有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以后我是会在三十天里面，就是你会说其实就是农历的那个月份，就是每逢初一还有十五就是会出那个星座运势，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还有初一的那个运势我是cover， 就是它是涵盖由初一到三十，对，然后十五的那个运势它是涵盖
有15到30，当然有时候是29、28吧，对，所以就是你们也要知道那个 period， 他们横跨的那个时间。但是我以后也会每次去提醒大家，对，所以以后就多多指教咯，就希望可以帮大家趋吉避凶。对了，哎，我的眼睛为什么会大小眼？有时候大眼睛，有时候小眼睛，很奇怪。